欢迎大家来到黄总经验现场。那么请问今天礼拜一台股表现怎么样？有人说不怎么样啊，你没有看到这个大盘下跌26点哈，所以呢啊似乎没什么表现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表现可精彩了，表现可精彩了。那甚至有人觉得莫名其妙了哈，今天所看到的明明这个来看到加权指数就跌了26点，跌了26点翻不了红嘛。但是似乎啦，除了加权指数之外，好像其他的东西都很红，其他的东西都很红啊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所以有人莫名其妙嘛，到底今天啊就这指数来看，哎，这个到底是红还是黑啊？红还是黑，看不太清楚，是吗？在这个假日节目里面收看，你有收看的情况呢？那我相信你都很清楚了。尤其我的会员，早都有心理准备，今天这个盘应该要怎么表现的？应该要怎么表现的啊？对不对？因为在上个礼拜五嘛，啊，结果在那个最后一盘有没有？最后一盘结果暴跳如雷，有没有？在上个礼拜拉出那个特大号长红啊，170几点呢、啊？是因为尾盘暴跳多少？最后一盘暴跳了98点，累计起来才178点的。来看到，关于今天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，我们能不能晓得6月28号啊？这个是假日传真，果然转折重返8000之上，揣摩接下来最可能的样貌，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起。让你知道哈，我们晓不晓这个行情怎么走？礼拜五台股最后一盘暴跳98点了哈，那然后呢，中长才以这个样919亿拉出178点长红，想必旧会员都清楚了。这个就我讲述过叫什么？叫拖拉尾盘，拖拉尾盘。那么这一部分呢，通常是不算数的。换句话说，在下周一就这个礼拜一啦，开盘不就要先跌百点吗？请问一下，开盘有没有先跌百点？多少？88点。88点，差不多啊。他在上个礼拜五呢，尾盘给你爆掉98点嘛，啊，开盘接下来88点，差不多啊，没有错啊，啊，有什么好惊讶的哈？那首先呢，手持多单的我们，啊，对对，这个上个礼拜再告诉会员，你就晓得我们手持多单嘛哈。我们要不要为此担心？不用啦，不用为此担心了哈。道理在于是哪些个股拖拉，就由他们来吐还。谁拖拉的？上个礼拜五就由他们吐还嘛。比如说最后一盘是谁？台积电，还有中华电，还有台哥大，还有包括什么台塑集团股。上个礼拜拖拉尾盘的，不相信你看看。来看到台积电涨还跌，当然是跌啊。啊，还有呢，来中华电信跌啊，直接开盘就跳空下来啦。啊，不是跳空啊，直接呢可以大幅跳低了。台哥大一样往下掉，有没有再来台塑集团股的？嗯哼。这些是不是由他们来吐还呢？南亚也一样，还有包括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原本都是拖拉尾盘的，啊，所以呢由他们来吐还，由他们来吐还，这个不是很公平吗？以后看到这种现象，心里头就有个准备了，晓不晓得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对，在这个节目当中教你了哈，那然后比如说我说啊，如果说鸿海的啊，鸿海的话，请问一下，他在上个礼拜五尾盘有没有拖拉，有没有爆掉，都没有嘛？啊，没有情况，何必跟人家一样要开低呢？是不是？他要跟人家一样吗？鸿海在今天没什么大涨特涨，但最起码鸿海在今天他还收红啊，他还收红啊，他要不要跟人家一样开盘给他跳低下来？有需要吗？不需要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来再来看到哈，指数的方面，很多人到今天还搞不清楚。那好，你看一下。这里头我所写的了哈，来我所写的东西，来比方说了，大家在觉得这些逆价差嘛，逆价差，对不对？在什么时候对大？上个礼拜五了，啊，这个我都一并分析，让我的会员也晓得啊，大家觉得奇怪的东西在哪里？就上个礼拜五你透过什么就知道啊，大多数人其实都晓得了，现货盘上个礼拜拖拉尾盘并不算数。从哪边可看出来？从哪边可看出来？啊，那个不算数的地方呢，开盘会先吐回来，先吐回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所以呢，再来看到重点来啊，还有一点我讲到哈，我说这个礼拜一加权指数不见得必然就开低百点，没有那么刚好嘛，啊，结果是下跌88点嘛，哈，还有呢，再来哈，重点在哪边？在上个礼拜形成了一块颇大多头版图，多头版图啊，加权指数多头版图嘛，哈，那个中线在哪里？799，是我说了，假使下周一的大盘开低之后能守在中线的话，有没有开低呢？诚然掉到这个地方，诚然在盘中掉到这里，
那盘中掉到这里，掉到这里之后，它再拉起来，很快嘛，七九七六嘛，拉起来就拉到多少？7995上头了。当它拉到7995上头呢，那种情况下不算真底哦，其实是相对强势的表现，甚且可能呈现什么什么黑，然后什么红的景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收敛现象嘛？我不是透过这个在教你指数要怎么操作，让你明白。你看到看不懂的情况之下，这些东西你们懂不懂？本来就应该要知道的啊，是不是？三个礼拜都把这一切通写出来了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所看到看不懂的情况之下，是不是就是刚我在告诉我会员的啊？情况是不是这样表现？没有错嘛。来，回到一个重点啦，行情在干什么？来嘛，之前告诉你了，黄总给你真心话，如果还有一次拉升机会。两个转折你要应对得宜，一个在哪边？低档转折上来，有没有？已经重返到八千之上啦，没有错啊。到现在回头了吗？没有回头，是不是哈？还没回头啦，不是不会回头哈。那么这两个转折呢，你要应对得宜啊。一个由低档转折向上啊，另外一个呢，改天高档会转折向下哈。应对得宜的话，到下半年就是你的顺境啦。反之无法掌握得宜呢，你将面对难解的困境，你就会面对难解的困境。所以我希望当成连续剧一样哈，那给他明白一下。那好，当这个行情转折向上，重返到八千之上了，那之后还要到哪边去呢？我说了，像美林讲的，之前说什么？美林说了，正所税修正给他过关之后，行情今年高点上看9000。美林讲的，这个还不是喊最高的了哈。六月大概六月中讲的，巴克莱讲多少？9500，9500，要不要信？我说了，千万别信，千万别信。千万别信，对不对？你听他们的结果，上个礼拜正所税一过关之后，外资怎么讲？正所税利多，高兴一天就好，反而叫你高兴一天就好，给你泼冷水啊。还好，结果呢一天而已嘛，不止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听外资的？要不要听外资的？奉劝你最好别听哈，对不对？他们所讲的一切，我通通有在参考，但是我会信他们吗？不信。来看到。来，这个是6月26号我所写的传真，上个礼拜的哈，利多实现岂能先锅盖，锅盖值是多少？8500啦，真的可以先开锅盖吗？我不信，连这个我都不信啦、啊、更不用讲做那个9000，对不对？那先指望在哪边？再弹上8000，再弹上8000，真的啊。在上个礼拜就一些原本多头志士在问我，在请教我说，哎、欸，聪哥，哎、欸，这个行情还有没有办法重返8000啊？我说连重返8000你都不敢想的话，你要算哪门子的多头志士？哎、欸，连我不是多头志士啊，我是看空后市的，我都晓得他还要再重返8000呢。谁讲的？孙子讲的吗？为师必确，记得我讲这件事吗？为师必确拉出一个东西叫什么？逃命线。哎、欸，不到8000以上，叫做什么逃命线呢？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？凭什么我可以相信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观点？凭什么？来嘛，在节目当中我可以验证一件事情嘛。凭你所学在哪边？不是只有看上面啦、啊。之前在机长的时候，我说你要看下面这一个布林轨道线。布林轨道线看哪里呢？当它贴着下线往下走，这种情况之下，楚山之君在下山，什么时候可以转折向上？看哪里？看这一条布林轨道上线，上线什么时候转折向下？告诉你，跌势暂告一段落，有没有？在这个地方嘛，开始转折向下，上线转折向下，告诉你下面的指数要转折向上啊，是不是？不用再重看一遍了啦，对不对？在节目当中，在当时都已经练给大家听了，全方位战术带状操作布林轨道线，对不对？在哪里 ？DVD 三片布林轨道线专辑第三代半对数运用，派上用场了、啊，派上用场了、啊。啊，同时我还讲解了哈，我还细部分解。我说有人会讲，哎、欸，聪哥，哎、欸，这个样子讲，你说之前这里又一次转折向下啊，没有错啊，转折向你对照一下，指数有没有止跌反弹？有啊，啊，可是，在当时止跌反弹才几天而已啊，幅度很小啊，啊，然后就继续往下破底啊，啊，这一回呢，怎么可信呢？怎么可信呢？不只看日 K 啊，再来看什么？这一回比上回好在什么地方？看到吗？这一个是周 K， 周 K 对对，往下看布林轨道。来看到，嗯哼，来在之前呢、啊，没错，之前都打到7663这里嘛，啊，往下看布林轨道刚好碰到下线，哎、欸，周 K 周 K 布林轨道下线，再下去就超卖啦，再下去就超卖啦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对照一下历史，7050，再来6857，再来6609，是不是？从这里起来，这里是幅度会比较大一点嘛，
啊，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印象，改天只要打回来到7600多那个地方，就准备行情又要起来。别这个样子讲哦，布林轨道这个是变动的，随时间在变动的，改天给它上去再下来之后，我告诉你轨道会往下弯呐、啊，晓不晓得？晓不晓得？但是在眼前来讲，刚好碰到下线呢，这一次涨反弹幅度比较大。所以我讲一件事嘛，你只知道画一个缺线，哎，跌破了上升趋势线，跌破了，下面这一道还没到，中间在哪里？中间在哪里？希尔啊，中间在这里啊，看到没有？对对，那好了，给它反弹起来，像我所讲8000以上啦、啊。啊，问题重要在哪边？接下来的样貌。所以嘛，一个有办法预见在礼拜一大盘会怎么表现的人。我再接下来告诉你行情接下来样貌如何，你来听才有意思嘛。啊，如果之前都没有办法料到这个行情充满8000，没有办法料到今天为什么会那么莫名其妙，这个都在我们心里头的不安了、啊。那他在讲后面的事情你要信吗？那我现在讲给你听，你要不要认真听？来一个东西嘛，哈，来看到哈，嗯哼，给这个大盘现在日 K， 等一下啊。来 here， 大盘已经反弹起来到这里了，8063，对，8063啊，到这个地方的话，既然说呢，外资所讲的，以前所讲的啦，9000根本不信呐、啊，哈、啊，包括那个锅盖8000我都不信呐、啊，那这样可以到什么地方去？这样可以到什么地方去？那或许要看一下下面布林轨道，哎、欸，上限在哪里呀、啊？现在越过中线啊，哎、啊，越过中线，上限在什么地方？来看一下 here， 8300，啊。日 K 看日 K 而已，这样还不准了、啊、哈。再来一下，你再看一下周 K， 来最新的周 K 到这里了哈。来周 K 从这个地方也弹到这里了，8063一样往下看布林轨道，对不对？从下线刚给它弹起来到中线，再给它上去，上线在哪里？上线在哪里？来看到这边啊，这个刻度8300多，心里头都有谱了，代表这个行情啊，这个大盘大反弹到8300多，是吗？布林轨道日 K 周 K 上限刚好都在8300多，但是不代表它就到那个地方。我告诉你，我在认为要到那里还蛮难的。现在来讲的话，接下来就是什么除夕旺季，所以呢，每天有人除夕，每天对指数有所减损了哈。这种情况之下，要到那一个所谓上限8300多，恐怕还不简单。那如果这样不简单的话，请问一下，接下来这个样子。行情给大家反弹这样的样貌会是如何一个东西嘛？来，这个是8089，对不对？嗯哼，这两个低点7688、7633，是不是两个都很接近？如果从这个地方画一条虚线，请问一下干嘛呢？哎，这个样子的话，有人想象不出来，有人来想象不出来啊！你想象不出来的话，用周 K 好不好？我用周 K 好不好？来看到。周 K 这里上升趋势线跌破了啊，然后这一次挡在哪里，你都知道了。周 K 布林轨道下线所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改天什么时候还要再探这一条，甚至再跌破，那是改天的事情。好，眼前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把它连接起来的话，这是什么？现在这个是什么？接下来的样貌是怎么样？这个才重要。心里有谱了吗？我在讲什么东西有谱吗？欸、我现在讲的东西啊，把什么东西派上用场，来看到世纪多空大图鉴，世纪多空大图鉴这个东西要派上用场了啊，来看到股市形态学图形大精简，这个要派上用场了，来再来 ，OK， 有声书世纪多空大图鉴有声书 CD one here CD two， 这个东西要派上用场了，我要讲什么东西啊？来，我举个例子好了啦。举一档个股为例好不好？一档个股为例哈，那你看看我在讲什么东西哈。来看到这一档个股哈，那这一档个股呢，你可以看到在之前去年的事情，曾经的大涨到644，涨回来再继续往上创高到705，再给它打下来破前底之后还没事，再给它拉起来是，类似我所讲的什么东西，股市孙子兵法八五里头所讲的。为师必却，是不是？给他为师必却之后拉起来，拉到哪里？请问一下，有过前高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拉到606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这里644，这里606，一个东西就出来了。想象一个什么事？左肩、右肩，对不对？
当你这么想象的情况下，你再去验证看看，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形成右肩之后，一步一步要走空。来，你看到606之后呢，再来放大来看，放大来看，再给它在这边搞搞来搞去，有没有在创高？没创高喽，没创高，没创高之后，这里没办法创高，打回来破低点，打回来破低点一点点，再给它拉起来，不过前高，再打下来，再破低点，再破低点，再破一点点，啊，都是有破一点点而已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东西有什么好紧张？那个东西有什么好紧张？来，让你知道，那种情况之下，股市孙子兵法八五里头是高领物象还是背丘勿逆？那种情况已经是背丘勿逆了，已经是背丘勿逆了。来看到我所写的股市孙子兵法八五实战路，背丘勿逆，何不顺势为空？那能够在那个地方呢，已经出现败象，已经出现空象了，背丘勿逆，这个已经是背丘勿逆、啊、可是为什么它跌得不干脆呢？为什么？把这两个低点连接的虚线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来看到吗？股市孙子兵法九地里头，真地则无功，不是在那个地方不能战斗了，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在战斗，只是告诉你呢，强行攻占的一方呢，他很容易呢，一下子之间又得而复失。为什么？他是真地，兵家必争之地，谁争赢了的话，头部就形成了。给空方争赢，头部就形成了。所以在这里兵家必争，会来来回回挡了好几次。放大再来看，争到最后呢，跳空往下跌，跳空往下跌，在这里爆大量，大量叫什么？大量就叫做交地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孙子告诉你，交地则无绝。我请问你啊，那么重要的一块真地啊，在这个地方所谓的背丘勿逆之后，给你跳空下跌，还爆大量。交地有没有绝？当然是绝啦！拉起来之后根本碰不到前低，绝啦，是不是？这档高就这样跌啊，700多块跟你跌到哪？跌到300多，跌到300多，我还讲谁知道吗？来看到这里嘛 ，Apple 苹果，是不是？仔细看你发现呢，左肩右肩两个是不是很对称？不见很对称啊，在这里左肩的时间比较久，右肩的时间比较短啊。不见它对称嘛，但是你懂学院的情况之下，你就有可能去发现嘛，对不对？说我这重要在哪里？接下来台股样貌，如果这里是左，这里是右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里搞了好久啊，这里搞好久，好几个礼拜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哎，大概8、9个礼拜呢，8、9个礼拜算起来的话，起码都一个多月了，一两个月时间，没有人告诉你在这个地方马上它就会完蛋，但是接下来。要是像我所仿照的苹果那样的一个样貌，改天你就必须要注意了。什么情况之下你必须要如何，要怎么做，策略要怎么定，那个才是重点呐。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你的早餐不要忘记哦，现在有了今天的补助，每个月都有3000个妈咪像她一样暂别职场，体验全职妈妈的喜悦。在劳委会的就业安全保障之下，有90%母亲重新返回职场。喂，小琪姐，欢迎下星期回来上班哦。换你咯。薪资补贴好制度，工作家庭都兼顾。跟妈咪说拜拜。运达投顾西计划指定领队黄社长，股市孙子兵法八五与九地多空战略图鉴 DVD， 7月即将新品上市，6月底前抢先来电，可享黄社长多重献礼，典藏影音作品全配备，清仓优惠只剩这2天，一举数得送完为止，速拨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
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亲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实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。我刚运用什么来讲解给大家听？晓不晓得？来看到《股市孙子兵法》实战普及班八五与九 D 多空战略图鉴 DVD， 对不对？已经交给厂商了，已经交给厂商了，马上就要新品上市了。不过刚刚在广告当中，我看到呢，那个广告要撤掉了哈，那个广告要撤掉了哈。那么同时，我必须要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，是不是？因为所谓的新品上市之前呢，全配备了哈，我可以这么讲好了。全配备在哪里？现在这个全配备除了我自己手上这一份不能再送出去之外，助理手上有没有你自己要问清楚，你自己问清楚了哈。因为时间到，那个广告也是要撤掉了。全配备像我所讲的，来世纪多空大图鉴哈，这个是 CT1CT2 啊， CT1CT2 管理图形的，还有什么来看到波浪理论 VERS 半对数，波浪理论 VERS 半对数全配备在哪里啊？还有 K 线十三招，这里这一片里头总共有三集。还有呢，来看到布林轨道线专辑第三代半对数应用 DVD 里头总共有三片，是不是？这个原本所谓的大清仓全配备了哈，除了我手上这些之外，其他我已经交给助理了。到底还有没有全配备？我不敢保证，对不对？啊，更何况呢，时效上六位题都已经过了啊。你如果那么想要全配备，掌握最后机会，然后自己问清楚，我不敢跟你保证，你自己问清楚。对我来讲的话，我现在最期待的也就在哪里，准备都已经要新品上市，多空战略图鉴 DVD， 八五与九 D， 是不是？这个才是今年一年一度旷世巨作，就这个样子要诞生了哈。比方说呢，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我们刚刚所讲的所谓呢，你看 Apple 当初头肩顶啊，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只有 Apple 会发生而已啊。最近台股一档股票跌得很凶的，它叫华硕。华硕在之前要下来之前，来放大来看这一块，不就是头肩顶吗？这个叫头肩顶吗？头肩顶呢？来，那当它头肩顶，股价往下掉，掉到哪？掉到304.5了，对不对？当时来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没概念，还记得一件事吗？在当时那个阶段性给它回档下来，最后防线那个阶段啊，最后防线在哪里？嗯哼，有时间我算给你看，验证那个道理哈。一个数目是299 P3 就这个阶段而言 P3299 啊，它跌到所谓304.5啦啊，304.5，哎，崇哥差一点点没有到啊，是啊，差一点也没有到。为什么？图形测距嘛，图形测距国际标准版的测距法则，请问一下，标准版测距法则，请问哪里满足点在哪里？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晓不晓得？嗯哼，嗯哼，世纪多空大图鉴，世纪多空大，这个是有声书哦，这个是有声书哦，是不是？来，像我所讲的哦，这个以后没有就肯定没有了，没有之后拍谁啊，就肯定没有了。世纪多空大图鉴里面啊，重要是未来新的东西要出来，现在都要出来。好 ，OK， 然后呢，给他从这个地方之后满足之后再起来，满足再起来之后，来《股市孙子兵法》里头告诉你什么？嗯哼。今天没有时间可以讲完了，为师必确，为师必确，上演的是逃命线嘛。之后在这个地方形成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哪里？逃命线到这个地方之后，来告诉你，一二七地折合交，七地折合交，三线合一，旗下弯九阴白骨爪了。问题是跌到这个256这个地方够了吗？够了吗？我知道外资呢纷纷在调降它目标价。那明天有机会呢再讲给大家听。同时像我所讲的，回归到最重要在哪边，大盘的样貌接下来会是怎么样，
没有人讲说呢，现在就开始大开杀戒。但是我准备怎么做？说真的，准备好之后呢，会一一付诸于实行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你知道的是机会，不知道是风险。哎，指的不是报名牌，指的是什么？指的就是学问呐、啊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今天又传出一起，你洗过手了吗？洗过了。换衣服没？换过了。流行期间，家有五岁以下婴幼儿家长应提高警觉，观察幼儿是否发烧、手脚有无红疹，或是口腔出现水泡。如果家中幼儿感染肠病毒，而且出现嗜睡、呕吐、抽搐等病症，应立即转送大医院治疗。提高警觉，战胜肠病毒。卫生署疾病管制局关心您。运达投顾西计划指定领队黄社长，股市孙子兵法八五与九地多空战略图鉴 DVD， 七月即将新品上市，六月底前抢先来电，可享黄社长多重献礼，典藏影音作品全配备，清仓优惠只剩这两天，一举数得送完为止，速拨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